6月22日是周星驰59岁的生日。零点，凌云上线为老板庆生，并晒出一组周星驰的青涩旧照，夸赞道：“祝帅气又可爱的老板生日快乐！”剧照中的周星驰意气风发，一头浓密的黑发，他身着蓝色花纹衬衫，笑得开怀，活力气息满满。这则动态一经发布，就引来不少网友评论。不少网友在评论中祝福周星驰生日快乐。也有细心的网友表示，凌云已经连续6年为周星驰庆生了。从2016年开始，每年的6月22日，凌云都会在微博发文为老板周星驰庆生，是中国好员工没错了。凌云曾出演2016年周星驰导演的《美人鱼》，凌云连续6年不间断为周星驰庆生，这份忘年之交的友谊很令人羡慕。也希望周星驰和凌云未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。